我儿子安安是个艺人，大家知道吗？很多人会说你的儿子没什么知名度，没有新闻要报。孙鹏好羡慕我。大家说实话，综艺大集合看过没？哎，我们有很多游戏哦，就是跳圈圈那个，就是跳圈圈那个，投怀送抱，是阿翔跟谢欣玩的那个。是阿翔跟谢欣玩的。秀款亏阿翔谢欣，儿子被身故后，孙鹏好羡慕我。大家好，我是五月天的阿信。65岁的综艺老大哥胡瓜竟然也来脱口秀狗屎接受，除了疯狂自嘲，还酸到阿翔谢欣等圈内艺人。大家都说我跟阿信长得很像，我说哪有啊？我说哪有啊？他比我胖多了，他比我胖多了吧？最近很多人对阿信在 Threads 上的发言很失望。什么 Threads？ 什么 Threads？Threads 上的发言，上面的发言呢，很失望。像我就不一样，像我就不一样哦。我不知道 Threads 是什么，我不知道 Threads 是什么。我的节目收视率越来越低，这我说不出口。加油！我的节目收视率越来越低，因为我的观众也差不多死光了，我的观众也差不多走。喂！哎，综艺大集合大家看过吧？等一下，说实话，综艺大集合看过没？我们有很多的游戏，哎，我们有很多游戏哦，啊，里面鱼跃龙门就是跳圈圈那个，就是跳圈圈那个，投怀送抱，投怀送抱是阿翔跟谢欣玩的那个，是，是阿翔跟谢欣玩的。哎，各位考考你们，哎，各位考考你们，青蛙打麻将赢了之后会说什么？青蛙打麻将赢了会说什么？胡瓜。胡瓜，你们想听个八卦吗？哎，你们这么喜欢吃瓜，你们这么喜欢吃瓜，就跟我老婆一样，就跟我老婆一样。哎，我儿子胡世安也是个艺人。哎，我儿子安安是个艺人，大家知道吗？很多人喜欢酸我儿子没有知名度。哎，很多人会酸你的儿子没什么知名度，没有新闻要报，没有新闻要报。孙鹏好羡慕我，孙鹏好羡慕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麻瓜，我是麻瓜，一二三。